其中单枪一望，枪子时机作战，后手如云意外现身，作阵云峰为天，剑指神鸟怒冲岐山，为云峰枪影来，好，好，秀蝶再现，又如星火摇云，好。剑出龙剑，出其十里地，神鸟飘将一轮惊。好，红将，这关之将，将红不敌数分，中行追冲。红才那招天下无双，为何不用掉？不是短剑直通幽山，此时将意调动，就是剑指仙家路。一定千年为中得救路，苏文龙，好，好，行进攻，剑指翻龙吟，笑转刀劈。好，银幕带是苏梦的，一无画面利用。无敌，但飞兵不可了吗？武剑神色凶厉刺激吗？奇才天兵红熊，星蝶火面人，飞身之计。春树，哦，火影忍惊奇一将，真心接近剑心，众人，孤剑忍者，火影忍及时出动，可以，独小之阵，水之恨，天海魂，鬼魂。天穹，都可以如天穹无尽，跌破剑指仙家。哦，就在剑指危急之刻，天我突然用到剑气，一招无形无风，剑威天穹，一招阿修罗王之攻势，一招激龙穷霄，剑指仙家用时比断天流。剑指仙鸟早有准备，我来以修掉红木峰的进步之时，就已修好铁路。一力之间，剑指仙鸟硬是突然得敌红木峰之牺牲，但也欢迎这回的数量，尤其是最后能够剑气，最后本就要助他突出。剑指仙鸟心境超然，心思细密，又能胜利。这能得剑气是助力脱得，若不灵性，这是助他离开。对于剑气，你可知晓来历？我当初不忍心救，只用剑气凶死赵灵。第两次的剑气，用我人的不成，乃是心剑。心剑，此时我已出力，不要对着剑指仙家，不需要，团领军中已呼应。前来西宫丹青，剑指仙家，这就叫红家开始。西宫丹青，乌水无波，冰清雅，凛冽时刻，青龙子温润感受到一股不寻常的血色。红独尊，红。独尊，林良人为何受伤？林公不信输敌，真独好，哈，我也是。求兄弟，多谢独尊关心。我蒙面，何为忠义？红，此次情义不惜是为忠，一目视之有忠是为情。别回答，不为心。不义，不
从端午会改天头之时，您是最初以我接受的人。我针对德宏提醒，一心追随德宏团人，呼应了是德宏团人如今可不止一人。嗯，同初协定，我成为相拥靠护法，只为救众。请用我也问题，无以信力。请别动，一不换。呼。我停车，其中有人被关目。阿修罗王提前暗战，就发剑中行令，以上轿上火感应警示。金兵瞬间，火焰枪击血门甲。电光石火上岸。火焰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谁？谁指使你？紧张紧张，身边火焰人正是火焰瞬火，请受革命之刑，一定守口如瓶吗？请问这又将如何应对？